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我们继续玩星月。上次遇到了一位小金发小萝莉，她打算跟我们在这边找找书，跟我们一起出去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马上问她说要干嘛？哎，要干嘛？戒指。一直在这边做不了事情，可以称呼你了吗？谢谢你。你不能跟我讲一些有用的话吗？虽然说你是小萝莉，但是我不会因为你是小萝莉就对你心软的。心上人喜欢自己的魔法，将对方的名字写在橡皮擦，然后通通使用完毕，将对方的照片用。与其说魔法，比较像是记录的小偏方，记录的比较像是小偏方，根本不算魔法吧？对他们，对小孩子来讲算，就是再年幼一点。超简易魔法，而且他说简易就不会用到什么药水类的。星月神在7月7号七夕，自己的愿望写为挂上短签以后，挂他组织上。在1月1号时，与其说是魔法，比较像是习俗。对啊，是这个传说好像哪里听过？台湾很多地方的习俗不止台湾吧？超简易魔法书，六角铅笔，这根本就是运气吧？比较像拼运气，为什么变这样子？超简易魔法书，这掉下来牙齿压在枕头，把自己的钱包分成，这根本不就，这根本也是一种类似习俗、迷信习俗之类的。有，要是有的话，就不用那么辛苦赚钱。没错哦，我就是希望我的钱能像是一公一母，然后剩下很多小钱，就是。公的1000块，然后母的也是1000块，然后生下来就是小孩就是500块。虽然说不是1000啦，那他们一次要生2只哦，然后就是近亲交配有没有？然后就一直生500、500、500哦，你看，我就赚不完的钱，啊算了，这是一切都浮云，看就对了。超简易魔法书柜，当一整年的好孩子，这不是圣诞老公公吗？与其说比较就是随便写写，这到底谁写的啊？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写？你别问我这种那么困难的事。历史书籍，普通历史书籍，好像大概最一般的图书馆的部分了，最像图书馆。历史书籍是吗？好，快速按过，因为如果都讲一样的话，我只想说会不会触发到什么新剧情？没有，好，OK。那我们直接探索下，哎，这底下也能哎，全都是楼上的资料，并没有太大作用。各书房一样，药品分类，没有药品可查。好，那继续，一样，缺了一本书，缺了什么书？我身上有吗？哎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身上竟然会没有，对不起。那没有，哎，我们右边好像也缺一本呢，所以果然还是每个都要稍微调查一下，怕就是有缺一本书之类的哦。哎，对，真的，在这边真的有缺一本呢，哇，这边那也要调查一下，不调查的话可能就 miss 掉哎，那太可怕了。所以这边是属于什么类的？各房间资料，OK，植物资料，植物的，以及药品，暗号，目前没有需要用到，我觉得还蛮需要的，暗号书柜。我就稍微调查一下吧。看得见的就是看得见，看不见的就要调一个一个调查，比较麻烦。那看得见就稍微调查。哎，缺了一本。哦，看得见也不一定呢。植物又缺了一本，总共缺两本吗？还是说这是同一个？好像同一个哎。
哦，这边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月。那如果是同一个的话，我就同一个的话，我就不调查这么多遍好了。缺了一本乐谱，乐谱缺一本，好。那现在嘞，对上句号，怎么样？他不是，我现在是要去哪里拿书本呢、啊？我有点不太清楚哦。我可以帮你找回书，但是我不太清楚我要从哪里找书本。拿这些桌上的书吗？不是，不是哦，不是这里的，难道是这里的？这边的书，好啊，稍微拿一下看看，无法拿去，为什么？线索就混在这里面，我竟然拿不起来。我就卡关了，又卡关了，是有没有这么容易就卡？外面会有东西吗？感觉外面就是没东西的样子，因为那个好像通3楼嘛。可是我这边书柜架，这里的书。架上都无法拿取东西，我家拿什么东西填补啊？就是说钢琴有问题，我去看钢琴好了。有一本了，拿走。你要做什么？告诉钢琴，想将乐谱归还。那么，就给我更好的音乐吧。什么东？仔细，这个仔细一看，该不会是钢琴吧？踩了会不会有声音啊？能不能让我们弹奏这个？来学过钢琴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去图书间获取有相关书籍可以看。哇哩嘞，我还要看，稍微翻看好了。被涂的乱七八糟，不想读也不用这样子吧。哦，这样子是，错误是吗？上面明明就我都有字，我却看不到，何等的痛苦啊！真的是何等痛苦，超想哭的，何等痛苦啊！哇，3滴血就这样子。2滴血就叫喷走了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啊？我去乐谱室看看，没有去拿乐谱来试。我虽然说看不懂乐谱，但是为了关卡，我必须阅读。既然我们要弹，就选一个简单的。你确定这个叫简单？你确定？我现在有点火大哟，你不要逼我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啦。那我就什么了？我音乐课没学好，没什么特别内容。我不能带着他走吗？我还要跑来跑去哦。等一下哦，相簿也没有。好了，没有就算。我稍微去看一下，等一下再拿纸笔来记是吗？真是有良心的哦。我来看一下被涂掉的，你稍微看一下，它是一样是线谱，那最低的是一，往上去，从最原本的6条，5条线的底下又画一条，在上面画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最后是一吗？最高一二三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。7的上面一点点。